Hello，全球的伙伴，大家下午好，我是来自中国西安的林子。我接触凯丽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呢，我们全家人也就开始使用上了凯丽。首先来说一说我老公使用的这个效果。我老公主要吃的就是这个复方的 NMN， 就是我们的青春逆龄片，还有清气片。那么我老公呢，他因为特别爱运动，但是呢以前运动完以后就会有胸痛胸闷喘不上气儿的感觉，这点呢我也是非常担心。但是呢在使用了我们凯丽产品两周以后，这种感觉有所缓解。到现在呢他运动完以后这种感觉已经完全消失了，对于我老公来说和我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和庆幸。他现在也是我们凯丽的忠实粉丝。那我自己呢使用产品也已经半年了，我最明显的效果呢就是今年冬天我居然不怕冷了。因为我是一个寒凉体质，以前冬天呢我总是穿着厚厚的高领毛衣和大大的棉衣，而且呢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呢我就一定会背靠在暖气片上，因为我真的特别怕冷，并且呢我是那种中午睡觉睡一中午我的手脚都是冰凉的人。但是今年冬天这种状况完全消失了，我到现在呢我还是穿着一条单裤子，你看我现在还穿的是短袖的毛衣，手脚一直都是暖暖和和的，并且我的精神状态也很好，以前不睡中午觉特别难受，现在呢不睡中午觉依然神采奕奕。那么女人呢都是非常爱美的，以前呢我是早晚必须敷面膜，不敷面膜呢脸就会很干，现在敷用了我们凯丽的产品以后呢，哎，我居然发现我的皮肤湿润了，有光泽了，并且我的毛孔变细了，好开心啊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看一看我的头发，我的小碎发越来越多，我的头发也长起来了。所以说凯丽的产品呢真的是女人的必备神器。西安呢这段时间疫情大家呢都不能出门，那每天在家的时间呢就是除了睡觉呢吃饭呢就是坐到那儿，完全没有运动。那我呢不仅没有胖我还瘦了，就是证明我们所有凯丽的产品呢能够让我们的脂肪燃烧，能够让我们的细胞活跃。我儿子呢今年14岁，我呢也一直让他吃着我们的清气片和我们的益生菌。有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哦，就是上一周呢我儿子发烧，因为这是在疫情期间呢又不能带他去医院，那么从晚上8点呢我就开始给他喝清气片，一晚上我给他冲了6杯清气水，让他不停的一个小时喝一次。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，他上网课的时候呢，我叫他起来的时候他已经退烧了，真的让我特别惊喜。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呢他还是有稍微的咳嗽和鼻涕，那我每天呢就是让他喝上2-3片清气水。那么就这样我儿子第一次在没有吃一颗药的情况下呢退烧，那么并且解决了他咳嗽流鼻涕的这种感冒的症状。所以说真的遇见凯丽非常的幸运，解决了我们家人所有人的一个亚健康的问题。感谢凯丽提高了我们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，比心。